四日，香香公主岑里香受邀担任 BB 爬行大赛的嘉宾。一身绿色吊带裙现身的她，不仅春意盎然，魅力无限，与宝宝互动时傲人双分更是若隐若现，竟吸引到男宝宝多次凶袭，场面搞笑。虽然屡被凶袭，但香香公主依旧笑面迎人，大方指导，无所谓。现场岑里香也表现得母爱泛滥，每个宝宝都逗得她笑开怀。香香公主也笑着希望减少工作，多出时间找男朋友，早日成家，享受当妈妈的幸福。我一定要啊，稳一个 boyfriend 线，所以一步一步来。现在因为我们拍电视剧，所以时间没有太过，但是我都想有一个男朋友，但是我想我要等到自己有多一点点的时间，因为如果我不给我的男朋友时间，他不开心吗？